以色列人啊，点解要稀奇呢？点解定睛凝望我哋呢？以为我哋凭自己嘅能力同虔诚令到呢一个人行路呢？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神，就是我哋列祖嘅神，已经荣耀佢嘅仆人耶稣。你哋交佢俾比拉多，比拉多想释放佢，你哋喺比拉多面前弃绝佢。呢个人你哋都见到同识得佢，因为佢信基督嘅名，就得到医治。正正系佢得到嘅信心，令到佢喺你哋众人面前得到完全康复。所以要悔改归向正道，使你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主亦必差遣耶稣基督，就是以前预言的那位，是被钉十字架那位。天国一定保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藉着所有圣先之口所讲过的。摩西确实曾经跟我们的祖先讲，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听从。拉他，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亦承受神同你哋祖宗所立嘅约，就系对阿伯拉罕讲：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神兴起佢嘅仆人，就先派佢到你哋呢度，赐福俾你哋，叫你哋各人回转，离开罪恶。走啊，行开。